干啥的？打电话给周保安。喂，周保安，我的老婆被两个男的给偷走了。喂，你在后头等着呢。你一定要守住周狗啊。喂，干嘛呢？在这里。主任，我那个老婆被两个男的偷走了。怎么？怎么回事？大白天的，谁这么猖狂啊？我不认识啊，他把我脚打断了。那你报警了没有？还没有，刚刚打电话给保安了。哎呀，遇到这种事情你第一时间报警啊，真是的。要报警。喂，110吗？我们村有个妇女被人大白天的掳走了，我估计应该是人贩子。这里是幸福村，就在路口这里。行，你自己先打个电话叫120，我先帮你追。哎呀，对，快点追，主任，不然我跑远了。老婆子看不好，你真的是看不下去。快点走，哎，看一下货箱，这个门怎么搞的？改个钟早就应该卖了。不会改，你不要怪我。小心碰头，撞伤了就不值钱了。刚才那个男的打断你了没有？断了，断了。要不然他追上来，我们就麻烦了。行。只要断了，他就追不上。这个村不知不觉要少一个少妇。上车，我们把他卖了，住粮房养番狗。住什么粮？放下，放下，买别墅啊！一会儿，家门是这个，车门打开，接着警察。喂，你想干嘛？你给我让开啊！我老婆晕昏迷不醒，你还在这里咿咿呀呀的搞那个卡干嘛啊？你喜欢闯卡是不是？你开飞机呀、啊？开那么快？不要急，保安，我跟你说，我大嫂她不舒服、啊，现在要马上送去医院，你先让开一下。拉下来检查，这个车门打开。哎，都说。以后送去医院这么紧急的事，平时都不检查，你现在突然的改检查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害我大嫂吗？就刚刚我们村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情，丢了个少妇，所以过往的车辆都要检查。丢了少妇关我们什么事啊？等下丢了一头猪，一头羊，丢了一个蚊子也拦着我们的车，你不知道救人一命啊，胜过区区糊涂吗？更何况救援都讲究的是三分钟没有，你在这里逼逼的，我一定提醒你。大哥，不关你们的事，关我的事啊，这是我职责所在，所以我必须要检查。你们就赶快打开车门，把人扶下来，我检查。你们也很紧急，但是我们村发生的大事情，那我也要负责啊。你们赶快打开。你还装聋了吗？不知道我老婆昏迷不醒，伤势未卜吗？还在这里消耗他的时间，等于消耗他的生命。小心眼，我是打死你，你信不信啊？跟他说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在这里拉拉扯扯的，早把人扶下来，说不定你们可以早点出去啊。你们在这里不是拖延时间吗？行了，你不要说了，既然你们村丢失了人，你就派人去找啊，你拦我们车干嘛？有人去找了，用不着我只要把这个村口给守好就行了。守什么守？那你守这个村口啊？你守我的车干嘛？拦我车都干嘛？你的车从这里出去，我必须要检查，你不给检查是不是？那你从别的地方出去，丢失了，如果从漏失了什么的，那都不管我的事。既然你说要检查，那你认识被抓那个人吗？肯定认识啊，自己的村的人不认识，傻逼，问这种话，赶快给我检查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是警察还是特警还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啊？就检查就检查，你不知道这个车是私人物品吗？啊，你在这里逼逼，打死你信不信？打我，退回去，别动手啊，动手等一下我也不客气。我不拦着你了，大哥，要不你就把他放倒吧。既然你进去不打我，四八九，老子就告诉你吧，我们就是人贩子，刚才那个死胖子就是被我们打了，那么大一个人我都可以放倒了，像你这个小 K 零零，现在法治社会，你们还这样子为非作歹啊？哈！
没用啊！起来，快被他暗算了啊！一看你们这样子，凶神恶煞的，你还是怎么好的？休息一下，起来。我坐在这休息一下。干的，被人把他干死。跟你说，刚才是我大哥昨天晚上干活干得太累了，才会被你趁虚而入。我来动手。还逼我动手，识相的乖乖的自己去投案自首。你来，还有你看你来来来来识相的助手就请把人给我放下来，自己乖乖去自首，要不然等一下你们打得你们满地找牙。要不放下来我们走啊，我们走。哎，这不是要回老婆吗？哎，主任你来了，你来得正好，快走，这两个人贩子啊，过街老鼠。又来了个漂亮的啊，把他们一个两个抓了，我们就发财了啊。大哥，现在你为刀，人为鱼肉，我们为鱼肉，你就不要说那么多话了，不管了。主任拿那边的棍子打残他们先。啊，等一下，怎么是晕的呢？你要发现有目标，我们就调整目标去抓。你干什么啊？哎，这个，哎，你打他就行了。还想跑？抓人家去干嘛？一五一十，你这是交代清楚。当我们发达之路，我们不会放过你的。抓他干嘛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大哥，还想跑？不要的！你们这种社会的毒瘤，民族的败类，怎么那么冤？还想跑？哎呀，你被人抓了！抓我？谁抓我啊？这两个，你们两个拿什么东西来作案的？什么东西？关你什么事？我想起来了，好像是他拿个袋子套我。这个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套我？为什么要抓我？抓人家去哪里？我现在都还没。完全清醒，没仇，以后就有仇了啊！既然你们两个两个，现在法治社会还敢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叫人家去哪里啊？说不说？不说，说不说？还嘴硬是不是？不说，把你们打成肉饼。不关他们事，咱们誓死不说啊！誓死不说，那行。我要打死他。我看这样吧，不用问了，这样问下去也没意思，直接交给警察处理吧。他们触碰了法律，来，把他拖去，必须要绳之以法。我跟你说，我大哥车上有五十万，你们拿钱把我们放了。五十万，你们误害了多少人呢？啊？你什么意思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把钱大哥给他们，我要我们再去抓一个。挺厉害的嘛。啊！哎，不，我们今天要问一下你们的后台能不能应过法律啊？废话少说，拖出去！我们不抓了，我们进门洗手。我现在不想听你解释，你自己流那个口水去跟警察解释吧。那少浪费，快点，一定要让他抓到法律的上面。口罩，没有。